咸丰的立体高清容貌，首先得从他的画像着手，可以看出如下特点：面容比较消瘦，有较为明显的法令纹，这可能与他常年体弱多病有关。眉毛很高，中庭过长，眼皮内双，而且眼距很大，嘴凸唇薄。光有这一张画像显然还不够，我们还找到了他的父母兄弟像作为参考。父亲道光帝，可以看出父子俩的脸型还是有相似之处的，而且眼距也同样比较大。我们再看一下他母亲孝乾成皇后，个人感觉母子的相似度更高，高眉、内双、法令纹、凸嘴都完美遗传，这是咸丰的儿子同治，我们之前绘制过，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没有法令纹，其他特点同治都继承的。最后还找到了他两位兄弟的照片，恭亲王奕欣、醇亲王奕轩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额头饱满，眼睛凸起，鼻形笔直，虽瘦但颧骨不明显。那么接下来依据这些特点，我们开始绘制他的容貌。大家还想看哪位历史人物？在评论区。